现在是战地记者报道，这边经过残破的水产，看看这个水质，还有我现在的亲缘。我们无辜的受害者。犯人，我们现在来这个这位凶神恶煞，拿着生化武器攻击无辜人民的残暴分子。啊！我被攻击了！啊！啊！记者身受重伤，必须。稍后为您带上精彩现场直播。